书架，资料我已经发给老板了。Sorry, I'll call back。 你现在翅膀硬了是吧？以前你在新加坡八百天回不来，现在好容易调回上海了，这让你回来还这么费劲呢、啊、你说说家里静清，我说了多少遍了，你别无理取闹了行不行？你非要一个事儿分成三个电话讲吗？我无理取闹，爸没那天你别哭，我晚上就到了，我不跟你说。没事，三个饼子放到前面可以吗？谢谢啊。谢谢。哎，对不起对不起，我去给你拿个冰袋冰敷一下。没事没事，那我把您箱子先推到公务舱。先生帮我们拿下来的，他还问您的手没事吧？你还知道回这个家呀？给小别的。丫头，我以为死外边不回来了呢。爸呢？等你呢，昨晚上又一次没睡。爸，你没起来了？睡觉，去医院。你闺女回来了。你这回咋躲？老毛病了，别听你妈大惊小怪的。我特地回来就是领你看病的，明天必须去。你路上累吗？还行。把药喝了。咱妈从网上看的偏方，洋葱煮水，我跟她说过好几次了。这玩意儿不好使，也不听我的。你那屋床单被罩都换了啊，都是新的。小伟没用过的，没事儿，能用就行。
出行高峰拥堵路段发生事故的风险会有明显增加，特别是弯坡路段。这省城的雪啊，可不是谁都能上。在这里，交警姐啊，咱殿下有出息啊，考了个县状元。那咋的呀？一碰家家里跑蜜月上去，人生地不熟，老不熟菜。姐，你看这振华不愧是省重点，多气派。晚进这些能咋的？他们昨天就已经到了，我肯定是最后一名。那不给小饼看眼睛那医生今天才出诊吗？小伟，小姐机还我。孙燕姿你都不知道，你还是没用。知道有什么用？考试看磨歌词儿。做啥？爸，陈天佳是不是学傻了？是爸奖励我学英语的。以前用那个小玩意儿学的也挺好的，考第一呢。到了省城就讲物质条件嘛。你当姐的就让他点，我们走了啊，晚上挂不上号了，赶紧进去报到去吧。咱们的教师宿舍楼，你们几个外地的同学都住这儿，你来晚了，就剩最小的这间了，但好在是单人间。怎么？我就是第一次有自己的房间。别愣着了，下午军训。新来的，那个饭卡什么时候能出来呀？啊，明天吧。那个，我们在哪洗澡？水房里有淋浴间。谢谢老师。反应挺快啊。谢谢啊！这可是四楼。
在周总的亲笔签名面前，别说是四楼，就算是四十楼，我也得去。我给你看一下啊，看看。重点不在机器，周杰伦认识吧？嗯。我不知道就不知道呗。尖子生，哪班的？一班的。哟，尖子班。哼，失敬失敬啊。你能不能别总尖子生尖子班的呀？李然，五行缺火。燃烧的人，晨间夏，遇见的见，夏天的夏。四礼金留给你用，算是感谢你行侠仗义。现在好多教材都已经不用卡带了。我要你礼物干嘛呀？这东西，我也有过。这个东西我也好多个，用不着，拿着用。干嘛多管闲事儿？我不要，你要不要你就是扔了呗。行。哎。这是四楼。祥倩，二班的，初中的时候就校花。你们之前就都认识啊？咱们这两个班都是从重点初中升上来的尖子生，入学之前在补课班都见过。入学之前就开始补课。对了，我们还不知道你的名字呢。我是伊思思，你是叫？立夏。知道挺好的，宿舍好的就行了，我不过去了啊！我跟你弟在医院排了可长时间队了，累死了。没啥事儿，你们不用来了。
陈佳佳，你是你们县里第一名吧？你怎么会认识十四班那个小混混？他还不会是你男朋友吧？嗯，没有没有，我跟他不熟。我猜也是。跑音像店来学英语挺奇葩啊。哎，你翻我白眼儿！我隔着眼皮都看到你眼珠子转了。方小仙，啊，上哪儿？哎呦，你是不是没朋友啊？你才没朋友吧？啊，一个人在大街上跳挺欢啊。啊，怎么当我大省城百老汇？你是狗吗？啊？拴个链子挂脖子上妥不妥啊？这样安全。嗯，你看，你看这样安全吗？我跟你讲，你稍微整个力气大了，直接在路上给你见血封喉了，整不好在这一个高位截瘫。你智商这么低，你怎么考上这振华呀？脑子不好使给加五分啊？这要是能加分，你早就中考状元了。反应挺快呀，行啊！反应快有什么用？我连年级前五十都没考进去。那我摸底考试都翘，还是比你牛？你是省城的，当然比我牛了，跟我们小地方的不一样。哎，你是不是觉得省城的这帮人特厉害啊？奥数德金牌那个近视900多度，摘下眼镜之后连亲妈都不认识。还有那个英语大赛一等奖那个，跑步跑得比我四年级的妹妹还慢。我编的还行啊，听着挺解气的。哎呀，我错了，我心里阴暗，我看你们好学生不顺眼，我故意黑你。我就是妒忌，他们看起来做什么都游刃有余的样子。你比他们牛多了，要不是之前你灵机一动，我指不定现在还发展呢。哎，你
也真是没啥朋友啊。我们那是一共就仨人，妈、爸、家。记得住别人的号。这是哥的手机号，给您冲冲门面。CD 机是你的吗？是我前两天丢了一个一模一样的。陈建夏，你捡了怎么也不问一下是谁丢的？沈总，所以思思丢东西了，快去叫班长。这是我的，那你怎么证明？真平，你别这样。建夏，真平也是知道我丢了东西有多心疼才这样的，你千万别怪他。算了，大家搬桌子吧。班长来了，怎么回事？班长。这事儿是我先考虑的，就算是剑下拿错了我的东西，我也不应该当着这么多人的面。但是那台 CD 机背面刻了我的名字，剑下，现在这个事儿好像有点尴尬，要不你把东西拿出来看一眼吧，我也是为了你好，你说呢？电话了，上车。上来啊，带你去个地方。从这儿出去。悬浮有意思吗？有意思啊。又不是自己的，还不是爸妈的。爸妈是自己的，总可以去吗？这栋建筑有快100年的历史了，之前做过艺术学校，之后会变成博物馆。以前我爷爷经常带我来这玩，我特别喜欢这儿。小时候一旦有什么烦心事儿，我就躲到这儿来，假装周围的一切都在听，把不开心的事儿在心里告诉他们。试试。谁欺负你了？你要不跟我说，我揍他一顿。其实要怪就怪我自己爱占小便宜，拿了你的 CD 机，跟我们团支出了。是于思思吗？他整你啊？
你跟于思思？于思思之前送了我一个 CD 机，写着他名儿。你那个是我自己买的。那两个 CD 机长得一模一样，你这不明摆着坑我吗？我就知道他不是省油的灯，有本事冲我来啊！别扯别人，道你自己的歉。好好好，是我不对，我请你吃大餐行吗？吃西餐。行。好好吃不行吗？啊，想怎么吃就怎么吃，不用端着啊。这家餐厅我在电视上看见过，说是有100多年历史呢。每次一来省城吧，我弟就吵着要回去，我就一次正经西餐都没吃。哪百年老店？我跟你说，这家餐厅最早就是一栋平房。是卖点心的，后来来了一个犹太人，在这开了一个茶食店，生意越做越好，升级成了西餐厅。等到50年代的时候，被一家国营的餐厅给收购了，在外面放了一个1926年的牌匾，伪装自己是百年餐厅。我爷以前是邮差，我以前总爱跟着他屁股后边，带着我到处玩，他什么都知道。我爷爷一共没跟我说过几句话，他比较喜欢我弟，但他已经过世很久了，我也挺想他的。我送你回去吧。咋还眼留恋呢？这离学校又不远，大不了我之后再带你过来呗。我就是觉得自己什么都不懂，走马观花，糟蹋了景色。我给你留个纪念，送你了。这人家古董吧，你给人弄下。啥古董？西郊模具厂。小时候我跟我爷来这儿，手贱不小心把这翅膀给抠下来，当时给我吓的。后来发现这是楔形镶嵌的，虽然这现在不是古董，但是放个几十年，说不定也真变成古董。老奶奶，你大孙子孙女来看你来了。小夏，小夏，省城里念书那个，县里头就出了个女状元，我们最出息了。奶奶，回你吃。哎，小伟，你干啥呢？别动你大辉哥电脑。嗯，没有，我就看看。别手贱啊！你大辉哥回头找个工作工来干。少放屁！你不就来抢房子的吗？我告诉你啊，郑玉清，你想啥叫抢啊？那房产证上写的是你的名啊，老爷子临走的时候，那不是你们两口子给逼的呀？你不就是因为我投胎生的是陈建夏吗？拉倒吧你！你敢说你不是为了抢房才生老二的？你这么做对得起你家大姑娘吗？是谁当初埋汰我说生姑娘没用的呀？那是我亲生的闺女，我能对她不好？你真有意思！哎，走！哎，出来出来，敢去问问家小夏？我问你能不能小点声？小夏还使了啊！我妈带我来见我奶。啊，我说你这两天怎么没动静了？小点声，你嫌弃？你问问小夏。小夏，你说你妈是不是偏心眼子？我偏心眼子，告诉你，我偏心眼子，我说她去学校上学，啊、我怎么偏心眼子？我偏心眼子，我对她偏不偏心眼子跟你有啥关系？你的本事，你们就惦着吵，你们能不能别吵了？
哎，行，你别叭叭了，干什么事儿？楼里楼上谁不知道你偏心眼？我李健就要抢房子霸占房子，谁不知道你那点房子吵？下次再去他奶家你也得去啊，房子也不我一个人要，每次我在这受气你在这清理。陈志伟不是回来跟你姐学习吗？一天到晚的一点正事没有，锅了吧，沾上油退不了了。这刚买的为什么要退？买点大穿着。这孩子还长呢，这明年不就合适了吗？长还是长，你估计就是热头啊。今天是刚买的衣服，那么红能穿吗？在学校？陈志伟，你把耳机给我摘了。你能不能跟你姐学的好点？让不让人睡觉了？一回来你就占客厅，你大半夜装什么用功？大半夜得嚷啥呀？陈天霞有什么了不起的？不就考上振华了吗？缺脸是倒数。行啊，倒数。当姐的大半晚上你就不能让着他呀？我什么都没干，我就碰掉个笔袋儿。那你在这学习不影响别人作息吗？就不能轻点儿？一回来东西全丢了。得罪你了？没有。没有？那你不回我短信？啊？我没看到。没看到。哎哎，你放开！你说实话我就放。我没时间跟你玩，我要学习。你那里没时间陪我玩？我跟你不一样，我来振华就是学习的，我没有你那样的家庭。我什么家庭啊？什么叫我这样的家庭？陈天夏，陈天夏，陈天夏，你来振华是为了学习吗？你学习到底是为了求知还是脱贫啊？对，我就是想靠知识改变命运，你满意了吗？咱俩就不是一类人，你以后别来烦我行吗？行。你呲我一脸，娇气。小屋那个被子在柜子里，你自己铺床。今儿不回家了，就住在爷爷这儿。啊！要我给你拿去。那是给你的，好好的钱刚才都整零了呢。银行的咖啡好喝，服务态度还好，人还陪我聊天儿。
您不用给我零花钱啊，我又不缺钱。来，哎，你爸给你那个钱呐，那是得还的。爷爷给你的钱啊，不用还。哎呦，毛乱了，毛乱了。啊，班长被老师叫去开会了。啊。英语老师拿着你的试卷在我们班炫耀了，你可真厉害，每次都能考第一。我其实就是考试还行，口语一点都不好，不像你。别害羞了，你本来就很厉害。对了，这周六我生日，你来吗？人多热闹。嗯。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。静静，我给你准备了礼物，这么贵重，是苹果的，谢谢你，谢谢。是全国物理竞赛的奖品。谢谢。五个赞，五个赞。嗯，看你。这也是谁送的？哦，生日快乐，谢谢啊，静静，还是明码呢。静静，你看我也看看吗？可以啊。静夏，大家都是学生，送礼物也不一定非得送名牌，但是买假的就没必要了吧？不会啊，我觉得这格子很适合我，我很喜欢。谢谢你，静夏。思思，别为难人家静夏了，人家静夏哪看得出来真的假的？是吗？屯里哪见过什么名牌啊？觉得自己认识几个名牌特厉害是吗？啊，李然，你不至于吧？我们就是开个玩笑，人家陈建夏都没说什么，你抽什么风？他没说什么，是他脾气好。我脾气不好，于思思，你什么意思？建夏，你们什么关系？我们什么关系？关你什么事儿啊？你觉得我们是什么关系？我们就是什么关系？林夏，你刚才不是挺虎吗？你现在哭啥呢？不懂什么名牌，我也不认识明星，我很小心眼儿。我每次给你发信息之前，我都要犹豫半天。我还要强。哎、那你就别犹豫呗，啊，你别犹豫。我就是从小地方来的土包子。我唯一能做的，我唯一会做就是做题。我只有学习好，我才能让爸妈把我挂在嘴上。就算这样，你也觉得我好吗？你好啊，挺好的，你真的挺好的。那天我家里边吵架，你不是听见了吗？吵架这种事吗？谁家都有，都一样。但不是都像我们家这么不体面。
其实我家也没有想象中看起来那么好，真的。我亲妈在我小时候就去世了，我现在那是我后妈。我爸教育我吧，就只会动手，要是我爷爷护着我，估计我都见不着你，早死翘翘了。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说。我就是想告诉你，他们是他们，你是你，你在我面前不用做别人，你就做你自己就成。是不太好啊，先去做做核磁吧。哎，今天好像排不上了吧？排上了立刻去做。嗯，要尽快啊。先生，先生，先这点事儿不错啊。现在都是这样的富二代，花的不都是父母的钱？年轻轻的炫富。那父母是自己的，可以炫。现在谁家还没台车呀？有台车也不用费这劲。医院那块本来就不好打车，我说坐公车。坐啥公车？就你那身子骨，一点气儿都受不了。最后还不是小伟受累呀？一个男孩子应该开辆车哈，开车开得挺好。小伟。你驾照考几年了？我驾驶证都考四年了。十万以内的小型车我给你买，一会儿就去看。我不是给你玩了，我是方便接父母去医院。行，看看。哎，嗯，车都订完了还要看？过过眼瘾嘛，看看就走。你的手去医院看了吗？还疼吗？这衣服什么牌子的吗？爱什么牌子什么牌子，哪个干爹给你买？这事倒真的。哎，你知道你这衣服，这个材质啊，它不吸水，擦擦就没了。你，你个大小伙子，说话那么难听，给人道歉。对不起，我嘴臭。你谁呀？啊。我是来抓老公的，怎么，您是？老公抓上了吗？虽然我朋友刚刚找茬挺过分的，但你刚才演那一出也够损的啊。就为了不赔钱耍一个没什么社会经验的小姑娘，行啊，陈志夏，戏演得不错。
喝了新加坡的墨水人事便出去了啊。你跟我想象中的也没什么不同。你想象我什么呀？就像偶像剧里面脑残霸道总裁一样，带漂亮女孩来买车的那种，喜欢揭别人短、品头论足的那种，没礼貌摆谱的那种。你弟说人家小姑娘有干爹就礼貌了，你为了不赔钱在那假扮富婆唱双簧就礼貌了？你这几年是不土了哈，奢侈品没少研究吧？要不然刚刚怎么能演得这么像呢？你这两年装蒜的本事倒是真是没少长啊。行，香奈儿是吧？6万还是7万？我赔给你。行。9万5万吧。车提回来了，没熄火，我带你兜一下。姐，我先上楼了啊。还生气吗？生什么气？好久不见，陈家。好久不见的，好久不见。我们都记得回忆的牵着，原来多深刻。这么多孤单我已经习惯，习惯那是你给的答案。燃烧的夏天，脆弱的片段，这么多想念都与你有关。多想我们之间从没走散，在某一刻还为你勇敢。回忆会失而复得，会重复那一刻，是不是有些话要说却没有说？你给的温暖一直在我心里守着，直到转身后我终于懂。走，注意安全啊！时间打算了，要怎么一个？那些未完成的，可以再完整了。我剩这一刻，要为你再次勇敢，想对你说。送你了。我送你治疗围巾，是希望他真的能替你挡风。你天冷的时候戴上，天热的时候你就要摘下来压箱底。反正我也跟这条围巾一样，在你需要的季节出现。那我希望一直一直是冬天。这
水管爆了全烟了，你快下去抢救呢。给您一千日吧。啊啊！咋了？别在这住了，我有钱，我去那个门口小旅馆住也行。那小旅馆连着洗浴中心的，不安全。啊？太贵了。哎，陈姐，你要觉得不好意思的话，等你以后赚了钱，你请我在这儿吃大餐行吗？我从来没睡过这么舒服的床。啊，我以后要是工作了，出差也住五星级。那你以后会在哪儿工作呀？在哪儿都行，反正不在家跟前儿就行。你呢？想过以后吗？我在哪儿不都一样吗？全海都给安排好了，以后肯定是接我爸的班呗。嗯，你愿意接你爸的班吗？我没选择的权利啊，没得选。现在是没得选，但以后不一定啊。那如果有的选的话，你最想去哪儿？嗯，我想去南京。为啥啊？我有一个暑假的时候看了特别多那种旧小说，我觉得里面写的南京挺漂亮的，也挺浪漫的，而且南京离家远。咋了？我想考南大。行了，我也去南京。主要是为了让你去南京的动力再足一点。我虽然考不上南大了，但就凭我这条件，我去南京哪个大学哪个随便去一个不行吗？这样不就跟你在一个城市吗？你去灯关了。李然，你来。像不像在太空里，没有来路，也没有归途？那船长，你想往哪儿开？就暂时停在这儿吧。咱们就不等李然了吧，这孩子今天又旷课了，也没请假。
杨伟老师费心了啊，他爸平常忙，我呢又是个后妈，没什么经验，我们这些当父母的没管好。陈天下，我想你已经知道我为什么把你叫过来了。你们这个年纪呢，有点其他的想法，这也不奇怪。只是你是一个女孩。于老师，你什么都不用说了，陈天下不用在这念了。哎呀，别着急。哎呀，这别因为这点事耽误孩子前途是吧？这高三多重要呀，让他们断了联系那还不容易吗？我们家呀早就准备好让他去英国读预科了，干脆提前走吧。你说我们家条件还不错，一直就有一些小女孩往他身上扑，我们这些当父母的也没办法指责这些女孩是吧？你说啥？你再说一遍。社会的人五人六的怎么说话呢？要不咱去法院评评理啊，咱问问到底谁不是。哎呦，瞧您说的。哎呀，当然了，这种事那肯定是女孩吃亏的是吧？我们家闺女吃不吃亏用不着你操心。老师，我现在把孩子带回去，给你添麻烦了。走。我哪儿都不去。老师，我们想来问道题，但看您这也不方便，要不……我问你有没有过界？有没有过界？过什么街？睡吗？你丢人不丢人？一个女孩子就这么不要自尊心？你以为她真喜欢你啊？她带你开房，人家玩你呢，你懂不懂？我都替你害臊。但凡你要半张脸，你能让人这么说你啊？这么说你心吗？老师，你胡说什么？赶紧收拾东西，你再是丢人现眼。不要再装好人，小点声！轻轻的就在这勾勾搭搭的，我早就说不让这个学校没这个事儿了。是哪个学校的？你不是正华的校服吗？就他吧，新来的检校生，我听说在小城找过。叫你去吃饭。我不去，叫他跟没听见似的，叫不动。你怎么不去叫？你怎么不回家？不想回。你叫陈建夏是吧？我叫王小丽。我知道你是班里的第一名。现在四点半考全科，拍拍作文跟听力怎么样？我没带。街都是要定的，他们也不错。怎么，你怕了？你不会是在振华跟不上被赶回来的吧？我们换着批，作文48，听力30。
688。我惨败，你又败42。你在政法什么水平？50到100之间吧。其实我中考的时候只比你低一分。中考比你低一分，高考差你50分。不管是因为我脑子太笨，还是因为现行中跟政法差距太大，都挺难接受的。如果非要选一个呢？那希望不是因为我笨吧。君夏，陈君夏，君夏，你慢慢说，知道吗？我送你回家。李岩，我不会纠缠你了，我都能理解。翻翻墙都翻不好，我被我爸关起来了。我本来我车都租好了，我打算开车直接带你回正华。可是刚才在门口看到你跟同学在那比赛做试卷，我觉得自己特别幼稚。我们就只会犯浑，就是因为我害了你，害了你离开振华，我没法给你弄回去。陈家，我就是个废物，我就是个废物。走吧，送他回去。就是个废物。那你为什么还来找我？废物，想跟你一块去南京呗，行吗？回振华，如果我暑期通考考第一，你们可不可以帮我跟老师求求情，让我回去？啊，回屋去，老师。我擅自留宿在外，还冲动打人，是我不对。但除此之外，我没有做过任何出格的事了。这次我跟那个女生是因为竞争自主加分，她故意歪曲事实。她污蔑你啊？你咋不跟老师解释呢？解释有用吗？我跟你们说，你们不也没信吗？但我们这儿的教学水平跟振华真的差的不是一星半点，所有人都削尖了脑袋要进来，你们还把我带出去。不是为你好啊，挺大一姑娘到了省城让人占便宜了，你同学的背后怎么说你啊？回头传回到八十大点的地方，我跟你爸也不要了，小伟呢？小伟也往那儿放。那你是希望我有出息能帮上我弟呀，还是希望我什么都不是，就靠着你们？
你真觉得把我带出来，他们就能高看我们了吗？他们只会觉得我们是乡下人，没钱没势就算了，养个孩子连远见都没有。从小到大都没求过你们什么，这是我第一次求你们。振华是我唯一的机会，不能走回头。我校把树立高尚的道德贯穿在和谐教学的活动之中，可某些同学屡屡违反校规，因此对以下同学进行公开处分：高三十四班李然，男女交往过密，屡教不改，给予清退前警告；高三一班陈建夏，男女交往过密，对同学动粗，影响恶劣，记大过一次。希望全体同学引以为戒。和男朋友出去开房的小太妹学校都没开除，振华真是什么人都能进。疼吗？我打你那下挺疼的吧？陈建夏，你是不是觉得自己攀上个富二代，自己也能跟着横行霸道了？哎，陈夏，你有病啊！我是靠我自己考回来的。你们要是想传闲话，最好不要传到我耳朵里。我不找事儿，但也不怕事儿。最后一年了，咬咬牙就忍过去了。我们以后也不用再做同学。太多了，这只是一模，还有三模四模呢。很多人模拟考发挥都不好，最后这样能考上清北，别太难过。你爷爷怎么样了？爷爷每天说折腾那等的。你没事你就多陪陪他，然后你也照顾好自己。我晚上去陪他。那我现在有点困，然后也出来新工地去陪他。我不出去了，我现在恨不得一分钟掰八瓣用。那你到窗边来一下呗。嗯？哎，这儿。给你看看我这张俊俏的脸，给你充充电。充电了。冷不冷啊？快回去吧你。行吧。你看看爷爷去了。学习了。
建夏，新加坡国立大学来我们学校选学生的事儿，你听说了吧？他们呢，这次是要带走三个学生。我知道，其实你是一直想去南京的，可以你最近一直下滑的成绩，我说句实话啊，我觉得并不乐观。以你的英语能力，这相当于是保送啊。只是他们有一个要求，毕业了之后要留在新加坡工作6年，也跟家里人好好商量一下好吗？你怎么一直关机？我有话。爷爷呢？爷爷醒了，一直找你。先挂了，我负责联系你。爷爷，密码是你的生日。爷，你给我这干啥？你这等我上大学的，我上大学给你0块钱，那就见着回头钱了。可是我要是等不到那天，你可不要怪爷爷。你说啥呢？你这别闹啊！爷那儿排着队呢，还轮不着你。我这手心哪儿都疼，好难受。爷爷不在了，你可不要哭啊。臭小子，姓陈的，我跟你说啊，给小伟攒的钱你敢动一分，日子不过了。学校出全部学费，我不用家里给我花一分钱。行，你咋不直接飞新加坡去呢？你回来通知我们干啥呀？你不都处理完了吗？你假模假式的。你先别着急，孩子大了。就你那装好人。我装什么好人啊？你跟你念着考虑过新加坡？那太太也一股走了，小伟呢？小伟这是高考关键的时候，他想了，有缓吗？天天小伟小伟的，那我跟小伟都是你生的孩子，那我生下来就是管小伟的吗？陈天下，陈志伟是不是你亲弟弟？我问你，你是不是他亲姐姐？姐姐管弟弟是不是应该的？是不是？说话呀！行了行了，别吵吵了啊！走走走！你一个女孩子，我不求你大富大贵，对不对？我就想让你平平安安的在家里守着我们，过两天安安静静的日子。怎么了？我错了吗？对，在你眼里我就什么都不应该干，想要什么你从来都不知道。我就想出国，我就想出国，离这个家越远越好。离你越远越好。这当白养你了。谁想要有啥？谁想要有啥？放放放！带走，带走，带走！走走走走，快，快弄去，快弄！马上，别打我！
哭啥呀？我心疼。这是我爷爷临终之前给我的存折，攒了好多年的钱。爷爷疼你，给你攒这么多零花钱。这不是给我的零花钱，他想让我有的选。他知道我想去南京，我们一起去南京呗，去看看能吧。换个票呗，行不行？这是你东西啊，我给你放点啥？我在这个空。哎，什么意思？你俩一起啊？我上铺上不去，你小姑娘瘦。她瘦不瘦跟你有什么关系？占什么便宜啊？脸上干净，这底下谁都坐。你不往哪儿待哪儿干净。你这，你再捉。哎，好了。你再捉呀，试试。好了，李晨。下辈子我也想当个男的，这样我刚刚就能帮你了，也不至于那么怂。你这不有我了吗？你在哪儿？要是你不在了呢？我不是说死的那个不在，我就是说，早晚有一天我可能会自己坐火车，我一个人。行了，别解释了。罚你去把碗泡面泡。我这么快就饿了。啊！小时候我看《海底世界》，里边有一种水母叫灯塔水母，因为有环桶的能力。也叫永生水母，但是我去过那么多次水族馆，一次都没见着过。让我跟你走，可能任何的东西都不应该困在水族馆里吧。我穿过银河宇宙，坠入你眼眸，让我跟你走，无论什么时候。成为你广阔天地温柔的暖流，这个世界太多纷扰，心色都匆忙，我想去的地方落在你的目光。如果可以陪你，不管要去哪里，
好好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。等出了国，你一时半会儿就见不着了。你要去新加坡了吧？我早就知道了，来的路上我就一直在等你跟我说呢。你不复习了，甚至一路上还都在问我，如果我以后不在了怎么办？这种怪话，你居然敢在高考之前跑来南京玩？就连南大你都不愿意去逛一逛，其实你跟我说就行了。你为什么不跟我说呢？你不信我？今天冷的时候你就拿出来围上，天热的时候你就摘下来放箱底。夏天到了，对不起陈立夏。你走吧。如果可以陪你，不管要去哪里，我会化作晚晴，安静地望着你。如果你想要去。回去的时候，我们租飞机吧。让你去新加坡的时候，就不是第一次租飞机了。这么多年，只听说你新加坡、上海两边跑，还给家里买了房。除了房本是我的，没什么收入。我们这个年纪能够不啃老还能够给家里买房，能做到的没几个。你怎么把夏薇给买通的呀？今天早上我在车管所碰到他，我就跟他说我是你的同学。是你亲弟吗？怎么你什么事儿都不知道呢？你想知道什么事儿，你可以直接问我呀。你不是有我手机号吗？你不也有我手机号吗？也从来没见你联系过我。今天如果不是我主动，咱俩是不是永远都见不到？摸摸。
这个位置根本没法开刀切，并且肝硬化也非常严重。是，癌。比较大的概率，癌栓。现在看，肝移植是最好的办法。长在这个位置上，我们就是和时间赛跑。姐，大夫啥意思？让我们怎么想办法呀？姐，你是不是有认识？咱们找找人。大夫靠不靠谱啊？姐，你国外是不是有学医的朋友？说句话呀！你带爸妈去吃个饭，多给他们讲讲新车，然后送他们回家，我再想想办法。是。真的对不起，我真的需要延长假期。我知道，是工作我都会远程处理掉。我真的是有急事儿，我之前都没有休过假呀。你他妈爱批不批？去啊！行，那你先忙，挂了啊。行了，我都已经安排完了。明天先让伯父进省第一医院，哪儿的肝脏移植最好？找肝源这种大事儿，你先别慌。我爸有一个朋友去年刚移完肝，我已经在问着了，应该很快就有消息了。那我就不跟你客气了。放心吧，我在。我觉得有些事儿我们还是说开比较好。嗯。肖磊，您是刚刚看我，也觉得我没什么门路，又觉得你有钱。所以利用你才找你。你矫情啥呢？我是怕你女朋友介意，懂屁。我哪儿来的女朋友啊？陈华那是我表妹。你是猪脑子吗？我刚才听到你打电话。工作上你还是不要意气用事。咋了？我刚才路过振华的时候，还特意开车绕两圈。你做梦了吗？醒来见到你。才觉得在做梦。
的三号间啊。要不进来躺会儿，啊，你把床铺。我来。没事，我来。没事。阿姨，我给您打点水去，啊。啊，谢谢啊。没事。大花钱呢？过两万。还行吗？我问过我姑妈了啊，她说一直的水很深，我明天去找她，先不着急啊。我这也查了好多资料，但也没什么头绪。对了，李然问的叔叔姓舒对吧？我提个建议啊，让李总给他们说吧，说说歌好不好？李然家生意上出了事儿，欠了舒老爷子好多钱，听说他爸和舒老爷子闹翻了。如果李然去找他帮忙的话，这个舒老爷子可不好惹，正在气头上，肯定会为难他的。我再喝一个啊。叔，你肯能喝呀？还行。你爸要是能赶上你一半，就不至于到今天这地步。大点儿，别学你爸，好。行，我这没替我跑的喝，给您赔不是。干云的事儿还是得麻烦您。疼呀，我给你叫医生。我这个病纯属劳民伤财，我暂别治了。跟你说什么呢？肝源马上就有眉目了啊！爸爸对不起你。我是你女儿，你这病我不知道行吗？我现在知道了，我砸锅卖铁我也得给你治好。你在新加坡。开心吗？就工作呗，有什么开心不开心？那你为什么不回家？因为这个家。从来没有人说过想我。爸爸就是希望你无论去哪儿扎根，只要心不一直飘着，都不是逃离和流浪。我跟你妈妈这个家从来没给过你什么，还总叫你伸手，但是说到底还是你的家。你想回来随时回来，不想回来我们也不会怪你。我这辈子唯一能拿得出手的骄傲就是我闺女。
陈志伟，进来。这些是丧葬费的明细，咱俩一人一半。嗯。总共就那么点钱，还跟小伟算的那么清楚。是啊，总共就这么点钱，你还护着他。你不是跟那个李然又好了吗？反正他们家有的是钱。你一个女孩子，想找个依靠不丢人。这是我跟小伟的事儿，你别在中间掺和。那我是不是为你好啊？你爸没了，你不找一个可以依靠的对象，回头哪天突然我没了，你连个家都没有。这个家什么时候有过我？妈，你就别管了。我姐说的对，这钱应该我出。不管了。你俩都姓陈，不要吃了。你说我跟小伟吵了翻天覆地，你全都护着他，所以我恨你。家里一共两个男的，一个躲清静，一个是摆设。你所谓的这个家，永远只有我们两个人在吵。不在乎你，他就是我知道，他就是更在乎你。姐，你恨过我吗？之前你住校那阵儿，家里一来客人，妈就要把人拉到卧室里宣扬你这些奖状，还总跟我说让我向你学习，我都要烦死了。然后你出国了，他不知道从哪儿弄来这么多报纸，只要是跟新加坡有关的全都收起来了。换了手机第一件事情就是问我怎么看新加坡的天气预报。姐，其实妈不是不在乎你，她就是太好面子又嘴硬。既然妈不想让我知道，那我就当做不知道。新加坡还是上海？什么时候走？你怎么知道我一定会走？这又不是北上广，除开生老病死，
能出去的人大多数都不会回来。老板早就催我，上次口出狂言，是得回去收拾烂摊子，是得回趟上海。这次送我吗？想得美，我才不聪明呢。但如果你下一次回来，我肯定去接你。小时候我看《海底世界》，里边有一种水母叫灯塔水母，但我去过那么多次水族馆，一次都没见过。也许得到什么，也许到头也没结果，不是忘记什么，只是被时间上了锁，像被风吹过，一幕幕铭刻那时的梦，有泪有笑都在不言中，一笔带过，是你将我留到那头，任时间去走，慢慢走，慢慢走。抓住空空的，空空的，别输给时间，在那年那天，愿你还是你，我还会是我，我们的故事哭着说，笑着说，错过的从前，每一秒都记得，谁丢了什么，又得到什么，新的路口我们都没有错，回春了此刻，在我面前你谁都不用做，你就做你自己就行了。
么这么快就回来了？是家里出什么事了没有？有你这么欢迎人的吗？还嫌人回来快了？有没有人跟你说过，你这么盯着人看的时候，就像小狗，什么品种来着？金毛？什么叫你这样有意思吗？我回来到底什么事儿？我来找你。工作我已经辞了。我现在已经有破釜沉舟的勇气了，就算你拒绝我，我也不后悔今天回来找你。雨儿，围巾跟翅膀，以后未来我都想要，再给一次机会好不好？以前的我想陪着你，想看看你什么时候飞起来，飞到哪儿，想看你30岁的时候是什么样的。梦想实现了吗？会快乐吗？其实当时知道你要走的时候，我挺没种的，松了一口气的。因为我终于不用再每天都担心你要走了。10年，这10年也算是没有白费吧。虽然你现在看到的是一个焦头烂额的出了事儿的女人，但是也挺好的，比以前能担事儿了，对吗？但我已经不再是以前的我了。现在欠着债呢，蜜月票能蹭你的吧？你还不抱我，你等啥呢？原谅我，只想抱紧你，等了这么多年我才修炼出勇气，简单几厘米却要穿过命运的风。蜜月票记得给我包厢啊，说好了。原谅我只是不争气，走了这么多年还是回到了原地，感谢那期许终于配上现在的年纪。看出来你翅膀围巾都想要，就光这个身子的围巾到底是冷还是热呀？把人翅膀给碰掉了，人家说这是百年老古董。哎，你还记得他是？我知道，西郊模具厂。问你多少钱？
一千零。哎，你干嘛去？我就当送你了，送人家呗。什么事啊？就当送你了。原谅我只想靠近你，等了这么多年我才想要出勇气，既然记忆你需要穿过命运的风雨。原谅我只是不争气，走了这么多年还是回到了原地，承受的意义只是不负我们的。即便有约在身前。